来看中华江油大楼维修造成一个消防人员殉职，消防员的宽裕有哪让外界重视？时代力量呼吁政府爱重视消防员做工会重要。啊，消防员工作宽裕促进会有哪伫网络顶端发布讲做工会的诉求甲人数？中华加油大楼火烧，烧出消防员的宽裕问题，因为四个死者内底有一个是少年的消防员。消防员工作宽裕促进会嘛，就网络发布人数诉求要做工会，包括2015年桃园新屋大火、2018年桃园进棚大火，也搁有2019年台中大雅违章工厂大火，也搁有即届加油大楼的大火，因为拍火来死亡的消防员家属，拢是人数发起人。目前呢，我们的这份主工会的联署已经突破了24000人的参与，那其中有包含非常多的民众。这一次的这个发动我想是有别于我们在过去殉职案来要真相这件事情。那这十年来，我刚刚提到的，一共有42名消防员殉职，那消防机关呢，他始终没有去汲取消防员殉职的教训，被外界讥为说今日功绩，明日忘记。消防员敢会当合法做工会，这个问题已经讨论真侪年。朱志伟认为，这是让改革甲顺治的拼时间。消防员的劳动问题长期无从重视，嘛无法度直接甲政府对等提出意见甲协商。时代力量呼吁政府爱重视消防员组织工会的重要性。我们国家不该是消防改革的绊脚石，不是殉职而已，这是职灾，它就是职灾。那职灾呢是可以预防的，而且预防职灾的责任就是在雇主身上，就是我们的政府。专高中开16年的时间，甲争取到成立教师工会。王英倩认为，工会会当协助基层的劳动者向头家发声。时代力量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嘛，搁向中央发话，卖搁用顺治来换改革，赶紧开放组织工会。记者郭彩干，中国内容台北报道。